谁能想到我们的省市美颜厂花陈坤都已经40多岁了，直播时素颜出镜，皮肤比我们这些90后好的不止一点点。2003年，由于合作金粉世家，陈坤和董洁成了挚友，每年董洁过生日，陈坤总不会忘记，无论如何的风口浪尖，陈坤都会说青丘生日快乐。除了董洁，陈坤还有一位老友，那便是周迅。这些年里，他们在事业上合作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从八二扎克与小裁缝、爱情中的宝贝、月亮蝴蝶、的画皮、龙门飞甲等等。私底下两人关系也十分要好，陈坤说，每当我有烦恼的时候就找周迅，周迅治愈我的方法就是像对小狗一样陪着我喝点东西，听听音乐，然后我自己躺2个小时就没事了。而且陈坤的微博就是周迅宣传官方号，在他的微博里最多的就是周迅的宣传、新戏宣传、海报也宣传。当然了，微博生日祝福也是一起不拉。不光这样，两个人前段时间还一起开公司了。他尊重身边的每一个女性，也认可女性的力量，不畏惧任何对他的评论。即使外界有对他和其他人的各种解读，他也不会去争辩。朋友就是朋友，这才是陈坤的独特魅力。